走过去抱拉拉的时候，那时候非常想抱，然后但那时候阿姨娘不在座位上面，但走上来之后就我很开心，因为刚刚他得奖的时候，我们三个就马上瞬间站起来了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杭州知道我们两个都入围，我们还要一起去吃饭，然后就很开心我们的这个吃饭好队友也很幸运，把那个当时的聚会又这次又再去，对，再去一次，很开心。今天就先吃东西，对啊，先吃吃喝喝。会大喝一口吗？肯定是要，我从四月到现在都二十年，我们会在小巨蛋。我想应该是会办一个特别的演出吧，应该是集结我们这20年